台湾媒体报道，韩女星金南珠暌违接演电视剧《迷雾》再度翻红。47岁的她，冻龄姣好身材，标准美魔女。在戏中，金南珠从脸蛋、身材到穿着，都成为讨论话题。剧也被网友翻出早期照片，质疑她整过容。金南珠坦言，很早就大方承认整形，因为女演员就是要让大众看到最美的一面，也是刚出道的演员需要的自信来源。我从不认为整容是件丑陋的事情，也不觉得这需要遮掩。我不会说谎，也不想说谎，与其被别人揭露，不如自己承认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